狮子呢？你没事吧？啊，狮子呢？赶紧送医院！飞上。八哥，刁三小姐，你的紧急电话。总指挥，是我是我是我呀！侯队长，什么事？师团长被袭击，现在身负重伤，正在医院抢救呢。这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群龙无首啊！你赶紧回来收拾残局吧！赶紧回来收拾残局吧！来人！别动队，紧急集合，立即赶回司令部。嗨！奇怪呀，怎么了？鬼子怎么突然撤走了一批人呢？真的？肯定是铁峰，这鬼子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江川上当了，咱们一定要给古野那个老家伙颁上一个两尺大的大勋章，上面刻上四个字：八个鸭绿。行了，咱们现在开始行动。太好了，跟古野江川决战的时刻到了，我们就要再一次合作了。当然，决战之前，我必须要清理门户。我也要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那只黑手斩断。
他们要杀我！来人，救我！快来救我！救命啊！救命啊！哎呀！战俘营的地形非常的复杂，敌人的戒备也非常的严。正如你所说，我们万万不可贸然行动。如果强攻硬打的话，必定会给我们造成重大的伤亡。假如增援的敌人赶到，那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好的方法就是里应外合。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混进去呢？这个太好办了。三姐，你不吹牛是不是就犯困啊？什么叫吹牛啊？咱们换一套行头就能混进去。你以为战俘营是城里啊？那地方清一色是男人，突然冒出几个女的来，那咱们还不是白白去送死？那你不会女扮男装啊？这是咱们的拿手戏。哎，还别说，三姐，你这一招还兴许管用。什么叫兴许？就是管用。又吹，哎，真让你说着了。我不吹啊，还真犯困。他一定是去取这个的，江川队长，我们要不要火速行动啊？你知道这是谁送？铁峰，你就下决心，让我们去吧。不行，你们不能去。为什么？那些小鬼子都禽兽不如，你们姐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你放心，我们姐妹都有些拳脚功夫，绝对不会让他们占到便宜的。铁峰，你就别再犹豫了。
你到底是为什么吗？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肩上的责任重大呀。责任，责任，难道你连命都不要了吗？啊，命，我现在的命已经不再属于孤野康弘了。妹妹，什么都不用再说了，马上给我回司令部。哎。江川，你的这份计划非常周详，看来我们的生化武器和中村教授的安全就全靠他了。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万万不会想到，我们将在大后天就将生化武器运送到前线。
停工！何勇，哎，人呢？黑虎队通共亲共，与中共游击队电话里说你被人袭击，于是他及时带人赶到，才把你救了回来。这，你的意思是，袭击我的人是侯德彪的人，他的人。除此，再也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就凭以往侯德彪对咱们阳奉阴违的做派，他演出一场先派人痛下杀手，然后再担起救主的苦肉计，也不是不可能。队长，怎么没见蓝魔他们呢？哦，我让他们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了。特殊任务？是不是去炸毁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安全，我们只有炸毁小鬼子的生化武器这一项任务啊。这是重中之重啊。是，但是这个武器库现在在哪儿？我们没找着啊。啊，这暂且不说，关键的问题是，那将是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我们这些大男人忍心让那些豆蔻年华的女孩子去参加这样的战斗？可不是嘛！看着他们活里血里的出身入死，我也心痛啊。对，所以不能让他们去。正好上级啊派了一位非常的领导到我们这儿，我让蓝魔他们去接了。哦。
这离心离德，我们不妨考验一下。你打算怎么考验的？哎呦！小三儿，你小子好难请啊！姐，姐夫，我的屁股它疼，疼得太厉害，太厉害！你小子不会是装的吧？谁要装，谁是小舅子？去你的小舅子吧！姐夫，你这人的心怎么这么狠啊？什么？我狠？你说我狠？刘三儿，我告诉你，太君让我把你的副队长撤了，另选他人。走吧。哎哎，姐夫，别什么？怎么还不走啊？我挣的煤可没捞着，连个副的都没，可没了。我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那你怪谁啊？行了，赶紧走吧。我现在奉古野的命令要去剿灭黑虎队了，赶紧走！我也去，我也去。屁股不疼了？没事儿。行啊，好的挺快。走吧。这副的不能再丢了。什么那个？大叔，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你们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哦，太好了。不过你现在还不能走，为了把战俘营的同胞们都救出来，我们需要你的帮忙。来来来，你看见那个房子了吗？看见了。那个叫中村的杀人魔王的实验室就在那里。大叔，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混进中村的实验室啊？那个老鬼子每天晚上10点钟左右要吃宵夜，你们可以化妆成送宵夜的混进去。真是太好了。大叔，那边那几间房子呢？日本鬼子在里面堆满了大瓷坛，大瓷坛上面
都画满了骷髅。这么说，那里就是生化武器库了。弟兄们，冲上去，杀他个片甲不留！冲，冲！冲上去，打死一个赏大洋300，活捉一个2000。为了见大洋，冲冲啊！冲！鬼子生化武器的确切地点和中村那个老鬼子的位置已经确定清楚了，下面就看我们怎么行动了。怎么行动？冲出去一顿手榴弹，稀里哗啦一炸不就行了吗？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就是嘛。是什么事啊，大姐？你可不能偏心眼儿啊！我问你，我们抓住的中村怎么办？还有，那几百名被俘的骨肉兄弟又怎么办？难道你想让他们和小鬼子的生化武器一起抓人和救人以及炸毁不能同时进行？这就是最难最难的。别神了，赶紧向江川队长报告。快！报告江川队长，我们的战果实在是太大。告诉我，你们打死了多少？抓住了多少俘虏？这打死起码20多个，抓活的正。黑虎队活着被我们打散的人，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的搜捕。你们，侯队长、刘副队长，首先祝贺你们出师大捷。等你们回来，我亲自摆酒设宴，给你们庆功。
刘三儿，你这是干什么？这战争的硝烟。没错，应该有点战争的硝烟。来吧，战争的硝烟。欲擒故纵啊，干得漂亮！我要不是担心怕影响整个计划，我早就把侯德彪和刘三这两个汉奸送回老家去了。林涛，现在还有一个任务要你们黑虎队去完成。什么任务？你听我说。侯队长，刘副队长，请举杯。中国有这么一句成语，叫做青梅煮酒论英雄。你们二位今天率领你们的部下英勇作战，将给我们造成严重威胁的国民党黑虎队一举击溃。你们实在是劳苦功高，我姑爷康红以这杯薄酒略表心意。谢谢国爷孙团长，谢谢江川队长，请。黑虎队发动攻击的时间是10:10，要狠狠地冲，狠狠地打，以此减缓蓝魔他们在里面的压力，保证他们完成任务。还差25分钟。